会想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成功人做提供的节目，在咱新闻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了播出。9点10点连线的时间，大家来开讲报道了哈。而且呢，感恩大家听受这个节目支持，这个喜结善缘的节目，啊，也非常感恩咱的同道师兄师姐，不论是兄弟啦吼，还是咱啊，一寡有咧听节目的咱这阿公阿嬷啦吼，啊，咱讲老大人，唔肯甲放我清清啊，听一寡神知识，加减啊罔听，心情会较开啦吼。啊，咱定讲吼，烦恼唔是咱吼每一个人应该有诶。经书啦吼，其实卖个想得袂烦恼，这不是与生俱来就有的，只是咱家己放得开也放袂开，这是上重要的观念啦吼。来，今日呢，赶快来听这对愿做天尊的一朵莲。人讲烦恼卖个想得无，代志呢吼，咱只要有这分寸去甲做，上天是。拢会当予咱大家呢吼，过家呢安和乐利啦吼，心态重要啊，逐工呢欢喜就好安尼。来安排一对愿做天尊的一朵莲。
哎，都这样呢，认唔到起吼，啊，道可道，都讲到这个道作呢吼，而且一段一段，但是吼，佮切做音乐来陪衬，也是蛮好听的吼。啊，有咱呢，就像咧讲这个周天啦，讲啊，梅香师姐咱这个周天，一日有一周天，一刻有一周天。哦，啊，这个周天一个讲日月的周天，也是咧讲到六月仔周天，就是讲到静坐的周天。咱即马咧讲的这是立坐的讲周天，会以气做主啦吼。讲周天不是用咱这个气去做主，是用心吼、哦。因为一心吼、哦、到了这个妙觉，毕竟如何周天，吼、哦、就是一种吼、哦，咱讲无心而所。无以而行，即个讲无心而修，无以而行，无意而行，仰观何天，365度刻刻变迁啦吼。所以人讲这个无心，什么叫做无心而修，无以而行？人呢，吼伫这个四肢百体啦，吼原来本来就是贯通的嘛吼，不用十分着力吼，还是讲吼咱。是讲哦，爱安怎个练，伊才会通诶。所以以前我咪甲你讲，无心伊嘛是咧修，吼、哦，无意伊嘛咧做，无意伊嘛咧行。所以周天呢，吼、哦，唔是以咱这个喘气为主啦，是以这个心道到咱这个妙觉。毕竟咱是吼、哦、一个主人啦，吼，每一个人，你若要甲吼、哦、动作去练，那你就是用方法。啊、你若不是把它当作人在你的心跟气跟意这样它如同365度刻刻变通刻刻变迁、哦、所以说意呢、哦、它 不用说你用什么样的、哦、方法方式去锻炼四神、啊、意思来说、哦、我们不是用什么样的方法、哦啊、去锻炼这个色心啊，来断地梦见啊吼，然后呢吼，啊再来产生什么款的功能？伊讲初生的根呢，啊就是先天伊本来有的精气，只要咱人脉个污劳，咱用的简单讲一句话就讲，咱为什么吼？伫足单纯的代志，吼、哦、过一段时间了，佮要讲你现在很平顺，很单纯。哦，啊！在这个平顺单纯的当中，你过了会阁感觉呐，真无聊，好、哦，真无聊。所以你想要甲创一个什么来刺激一下，会不会会啊？好、哦，啊！咱即马在讲吼，咱要那是解脱定海，因为咱这个人在修行的时阵，买病人，想过了无用的时阵，啊，咱买感觉怨叹，为什么咱别人用咱？咱无法度清净，所以这是咧讲咱的心变动，咱的心。所以甲恁讲的讲哦，原来这本来就是自然，伊四肢百体内底本来就是贯通的，五心的气本来就是贯通的，无需要你用什么款的方法去甲锻炼，无需要你用什么款的方法去断这个色心，还是去断除这个妄见，只要你家己心。你讲出性那根就对啦，好、哦，咱的性明那根，好、哦，都、就是先天嘛吼，而、啊、且先天你不去哦污染掉，你看咱较早的人污染较少吼，今、哦、麦人现在今麦人，而且失去污染的多，以前咱讲有这个大麻，吼、哦，以前较早哦，咱的讲古早时代啦，什么皇帝朝代时代，够像今麦较早有大麻油啦，但是够像今麦咱咧食这个毒。哦，过来就是讲吼、哦，咱人现在这中江正位内底，吼、哦，我都去畅水，这是因为咱本身的糟蹋，就是因咱受了太侪太侪湿气的污染。本来，吼、哦，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吼、哦，咱唔免讲特别安怎去甲训练，要甲恢复原来。本来迄个原来本来面目，迄、那个是叫真正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真。啊，咱即马现在失去了这个真，因为我们。已经有太多污染，好、哦，太多污染就习性的污染，种种咱人的污染，都会产生咱人生的变化。这个心若变化，咱的气就会变化，而且气的变化，
咱要安怎个甲归正，好、哦，要安怎去甲归正。所以伊甲你讲，咱加一项代志来做，就是因为咱即马要叫个返璞嘛吼、哦，所以咱就加一项修心养性，加一项要安怎甲这个啥辛苦的劳气，佮甲转倒当啊清诶。本来是清的，啊，咱就一直加起哩，啊，一细一细，吼、哦，开始所有习气污染，开始所有因，拢总是咱，无咱不能话讲，另一件，在这个世间有迄、那个吼、哦，咱讲贤愚之分，贤愚之分，敢是上天给你分的吗？不是哦，憨的较巧的，吼、哦，敢是上天给你分落来经济吗？其实不是。好、哦、是本来每一条灵性路拢平等的，是因为咱落来，吼、哦，咱的心识走正去，走正愈济路就愈重，走正愈济业就愈重，吼、哦、啊愈走正愈偏，到尾偏落个底，吼、哦、人道你嘛无修，到尾就走落个六道内底面，其中的三恶道内底。啊，同款那是灵苗种子，为什么？你把手无掉，吼、哦，你把手。咱自身的心的分寸，你无把守，那么咱所惹来这尘埃，就是咱钉钉塌塌的习气。啊，既然是钉钉塌塌的习气，啊，咱怎么变啊？咱讲一心，吼、哦，就是咱今日在讲了一心之主，就是你的心嘛，吼、哦，心源性海边去调整，吼、哦，在咱这个中宫正位内底，吼、哦，万物变化会当来，吼、哦，畅，吼、哦，畅水。咱要安怎会当呢？吼，可以去回归只原来淳朴的性，所以才着爱神啊，对不？这着爱足侪神性啊，吼啊，落到这个世间，下降这个经文啊，搁再教恁方法。伊讲啊，恁呢经是，甲身躯所有只机关呐，吼，365位啊，拢种错位了吼，要把它调整到原来单纯，好、哦、归一归正。那当然就是要有一些方法给你。啊、所以都神仙啊，都神啊，都高人啊，都老师啊，都真济，即所有人想要去追求的，我们不懂，想要去懂的，哦，这就是等于啥？咱唔捌的，咱想要去捌的，就是即嘛现世21世纪啊，吼、哦，什么款的修法拢有，吼、哦，冥想也好，吼、哦，要用什么款的方式，你都是要找回原来这个归位的本来的正本清源。正本清源都、就是伫你这个一，然后要搁甲归倒当原来服身体的这个单纯。啊，既然要服这个身体的单纯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哎讲，母牛要紧哦，真要紧啊，吼、哦，96亿元灵，这拢是母牛平顶的吼、哦，的元灵一下降这个世间，为什么多4亿等于呢？吼、哦，啊，92亿要搁伫这个世间，这4亿伊当然呢是较。无偏去，所以单纯一个会当安怎？单纯落啊，佮单纯转去，你后即四个佮再下降人间，佮要度九二呢？啊，九六要度九二，当然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即所有善在这个人间的所有种种无同款根器的众生，都爱无同款的神，无同款的教理，无同款的教育，安尼你才有法度佮。安怎一条一条吼，就看到365骨节吼，去互枯萎，你还佫豆佮豆，豆佮互伊完整。啊，恁的思想观念的个豆佮会完整。当然啦、啊，伫修学的当中，你爱有正知、正思维、正见，你才有法度。你，咱上天所交代落来，就是要叫咱人归正嘛。啊，归正，你若无佮去做唔对，迄、那个归正当然就有时间性的。好，你慢慢的推演，当然都会归到原来的正，归到原来的，哦。啊，但是咱即马还佫有真济污染的所在，就是啥？咱的社会太多的诱惑了，吼、哦，伤过侪诱惑，哦，咱呢，敢那电视广告的品牌啦，每一个人你来拢想要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就归干啥？人讲24点钟我免想要休困，因为你想要享受，你必须要付出。你想要得到，你必须就要怎样？那一样啊，哎，付出的你的时间，付出的你的健康，付出的你的种种嘛。啊，所以人家嘛，在这个
人间所给咱的物件太多，啊，所以咱的心思千百万条。啊，既然心思千百万条，你要怎去甲归来套一个原来的淳朴的本来的你？哦，这个，所以吼，咱李作来讲吼，这本来我心之气，四肢百体，原来是贯通的，为什么这样未通？为什么这样未通？未通就是漏气。迄、那个怒气浊气，因为你的业，因为你家己所做的这你未通啊啦。为什么五心之气也未通？哦，本来是贯通啊，今嘛未通。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，好、哦、去把它贯通？所以咱今嘛叫做足济风啊，能讲风刮之术啦，用口诀啦吼，还是用丹书啦吼，还是用要安怎来修啦吼，拢总是啥方法啦、啊？啊，这个方法你未尝。不想去尝试一下，你买什么去尝试一下？啊，所以人今嘛都足济吼，啊，人讲大小修炼家啦吼，大小大小小拢有，啊，这个大小道场拢是安怎？所以讲天地为何定呢？所谓一周两面呢、啊？啊，就所谓一周两周，都是咧讲到咱一心的宣文，吼、哦，虽然拄到的，不管是吼、哦、天地万物色意回旋呐、啊，就在方寸之处。嘛是咧讲吉大金丹后恢后要归自然不自然天地吼、哦、自还天地嘛万物各归万物，你话都修个安怎修个真正是天地和、哦、天地自还天地万物又各归于万物，万物又归于万物，安尼呢？你个想？咱讲阴阳那合调了吼、哦，啊咱。所看到的这个吼，转运阴阳，调息自然。吼，今日呢，咱如果伫这个人类的类根哦，啊，我都吼条件噶吼，每一个人拢具足善根呐、啊，那当然啦、啊，吼、哦，立心入境嘛，吼、哦，来到这里吼，平常时的365，吼、哦，咱定讲阳光，吼、哦，365度时刻变迁。吼、哦，咱今日去看到这先天啊，甲后天，吼、哦，伊会锻炼这个色心，要咱去断敌妄见，然后呢，吼、哦，才会当吼咱的365度，吼、哦，会通气气，都可以跟我们原来的，吼、哦，纯粹的力啊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原来的力，迄、那个，咱为什么会去把后面这一段搞得这么复杂？本来那是先天呢。吼、哦，就是本来就是单纯的，这个气本来就是拢会当流运、会当通的，今日去踢到未通的，这就是障碍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清除障碍？要去由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由咱的心去清除障碍，这个障碍才能够排除嘛。啊、所以讲，要会当吼，天地自还天地，万物各归万物，这是要一段时间呐、啊，吼、哦。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呢、啊。有啊，即卖人哪有可能遐简单呢、啊？吼啊，咱的心吼，要哪有都更加伫这个单纯吼、哦，这个顶观，做的是这个善良单纯的顶观，那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咱要去养这这个色心啊，对这个思想的境界来排除这个妄念、邪念，一心要入静，然后呢，吼、哦，伫有形无形的这个本性。好，你爱家己我多吼去放光啦。好，咱要创造宇宙之前存在的先天，就是咱讲心如明镜，定心静如啦。大定了后，就当出现。好啊，所以咱即马用有形的吼，也是讲无形的。有时咱定讲人咧无艰苦病痛的时阵啦，吼，咱就是讲哇。天下太平，因为我身体健康。等到你有身体病痛的时阵，你就是爱去找药来治病，就像咱人同款。每一个人在静中的时阵，唔知影讲咱即马在享受身体健康给咱的吼，即、哦这个这么安逸，这么吼、哦、这么好，你就要觉得自己很满足，因为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给你一个足安静的家庭，给你一个。今后的事业，我们在平定当中呢，你就会享受一份，
安逸啊，这个安逸你享受久了，你如果哦，在安逸久了，你会变得哦，想要来过来哦，找找一挂工课，哦，来套住你自己，让你哦生出很多的烦恼。安尼我来讲，就是敢那袂输咱家己啦吼，咱家己去找家己的麻烦，同款的意思。所以伊来跟你讲，一日又一周天，甲大宇宙的运转是同款的。咱人的小宇宙嘛是一个小周天的运转，一瞬间嘛是一周天的运转。所以讲，坎地上高处便是人心上一小周天的运转。所以咱家己每一天呢，一想法就甲周天，好大宇宙周天，甲咱的小宇宙周天，好同款的一相应。你今日生气，嘛是甲天地相应啊，因为磁场它会相应的。哦，咱常咧讲，人的能量场，你说好的，它一定是好的；你的想法好的，它已经归在好的这一方面；你的想法是不好的，这个宇宙能量场也是会，哦，相应的。所以咱得用起心动念，要为这个世界和平；起心动念，要为咱的家庭祈福；起心动念，都在一个纯善的处，着手，然后意念发出了这个宇宙能量场，你就会。为和平带来一个很好的那个回音，所以我们人的意念是很重要，集体的意念向上和平，那世界就比较不会有战祸，也比较没有火端。我们一个小小的观念，我们在家庭里面小小的观念也可以带动一个家庭的和谐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家温好，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家庭一股和谐的力量，啊，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心念念波结合在一起，他的能量场就会成为一个圆满，啊，那个圆满对当给你修筑，哦，你家庭的协调跟和谐，啊，所以人讲意念跟昨天的想法，跟先天后天加在一起，其实都是在由心去驱动它，由咱的心去驱动伊，是好是歹。拢是在这个心的转盘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拄只报无报到吼，那就是。愿做天尊的一朵莲，感恩咱的道亲好朋友对咱这么支持，啊，咱每天然后讲的是比较白，然后让咱较容易去接纳，因为讲到修心，到尾啊吼，啊，咱嘛唔知讲到底这方向为对去，细倒转来煞唔知道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，啊，所以简单想就有简单的幸福，然后。动感天地间，斩断尘世缘，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天尊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做天尊那朵莲，修炼心法开。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间，犹如歌声般的依恋。愿做天尊那朵莲，修炼心法永不杂念，花开花。落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誓言。
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，斩断尘世缘，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天尊前，常常把心念。天作天尊那朵莲，修炼心法看得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间，犹如歌声般的迷恋。愿作天尊那朵莲，修炼心法永不杂念，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誓言。愿作天尊那朵莲，修炼心法看得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间，愿作天尊的一朵莲。有时阵啦吼，啊，咱道亲的吼，伫个每想咧报告的时阵，哎，敲电话开讲者，咱住迄条台中市吼，啊，蓝色蓝色的蓝，那咱的师兄来讲，啊，拄只你讲一段吼，总结啦，都是人想熬啦，假熬啦，讲人假熬，因人吼，因为假熬。咱人吼、创造世间所有一切对甲唔对，拢是人，因为人嘛。伊讲天甲地，天龙地呀、根本拢无人当去甲操纵，嘛无人当去甲操弄这个人世间的一切祸福，拢无人有在调啦。所以人讲，因为行为的造作，造就了现在的地球祸害啦。吼、是啊，讲。没像之前你讲虽然真谦卑，但是哦，实在都有影，咱人啊，卖计较，吼，咱会创造这么多时代的悲剧啦，创造这么多家庭的悲剧，创造这么多、种种的，这社会问题，那不是都是由人吗？所以这主题呢，套龙袍还是你，你要演什么款的角色拢是你，啊，要安怎落幕，吼，到尾啊，就干哪？人生这出戏搬耍，吼，有个人是搬到哪足庄严的，吼，荷兰家大鼓舞赞叹；有个人是甲这出戏呢搬到哪里里落落，吼，肉体下薄啊，吼，这个臭名阁留伫世间。啊，所以讲对三国也好啦，吼，啊，对这个吼所有的这个历史背景，吼，种种人，就总共一句话啦，就是咱蓝师兄讲啊，就是人计较安尼啦。我每上之前，我刚才跟你回一句话，就是人计较。人，吼、天顶本来给咱的，吼、这个思想观啦，人拢是单纯的，无单纯就是人世间的名利权势，吼、啊，甲咱即卖名，吼、伊就爱权、爱利、爱享受，所制造出来遮济。你即卖要搁甲复古，你要甲讲。复古要让每一个人都遵守以前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像以前安尼，吼、很有规矩啊，吼、很有规矩，吼、对着这个啥名利权势放下落，吼、即卖人不爱争，吼、放下夺，放下争，放下温，放下怨，你讲较难啦。但是我爱赞叹哦，赞叹你这个节目呢吼，不管讲深讲浅，我拢大家有甲你听。我也是赞叹，还是要讲。吼、有人偌济人听，你也是爱讲，伊讲讲。所以，咱看经的人，就一个人在看经嘛，对吼？但是，伊讲那好的文句，你讲出来是毋是就足济人听？吼、啊，这就是啥？伫这个文选内底面吼，有一个好处，音声，咱就用有声的，用有声的方式去教。咱卖讲去讲教化，咱嘛袂用讲，这就叫做啥？
我们是借助了古早，而且咱母娘给咱的，咱把这讲给大家听。你看我一个，伊讲一个人咧看经，就迄个人捌尔嘛吼。啊，你看经看了咧，讲给人听，哎，就正人捌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还是要讲啦吼。所以吼，一家师姐呢吼，这篇呢，我感觉真的很棒。有的人是有迄个点来看，有的人无迄个点来看。这篇文章就经过人个甲讲过，就会很多人听。不，没有读书的人他听得懂啊、哦，没有去看的人他也有信息可以去知道。哦，这一篇不错。讲笑在心中，牛的嘛是家己啦。啊，这句话讲也未歹。人生会笑，无论。啊，人讲无处不在，长短不一嘛，因人而异呀、啊。好、哦，无同款的价值观，用这个笑去甲量，好、哦、啊。所以讲，你能量出它很大的反差。好、哦，人讲眼中有事三界下嘛，心头无事一寸宽。人生有笑，社会都有度嘛，有度。好、哦，心静则笑平啦、啊。好、哦，心明则笑准。当这个笑度完咱，吼、哦、人生的这个吼啊，人有时候讲度完美，吼、哦、每一个结合的时候，人生就有了方向。社会有一个规则无有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你规则要放在哪里？所以内在的生命有了宽度、跨度，放宽心中的笑度，整个世界拢是为你让路了哈、哦，为你让路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吼、哦、对吧？甲唔捌，吼，拢中心中就已经有定了一把尺啊！吼，讲笑在心中，牛是咧牛咱家己笑出，唔是牛别人。笑在心内，牛的就是啥？是咱人的心，吼啊，所以个直。吼、哦，这个笑比较吼，以咱人生来做参照物啦。吼，我量一量一个人的谦虚与骄傲，吼、哦，简朴与奢侈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公营甲处日，成功与失败。好、哦，这人讲真善美一家，好、哦，咱俩讲吼，真神秘甲这个假歹恶，这些拢是一目了然。所以咱俩讲笑嘛是一个规范呐吼，做人呢吼，虾米拢会使，好，但是嘛，未使讲无笑多，未使无分寸呐。你要为所欲为，但是你为所欲为超出了你的法律范围，啊，你嘛是触犯法条，干不是？啊，所以讲你要怎么做都可以。问题是，唔是你想要安怎就安怎吼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哦，咱每一个人，伫这里吼、哦，笑做一个参照而已啦吼、哦。所以咱不管讲一个人是谦虚啊、骄傲啦吼、哦，一个人是简朴啊、是奢侈啦吼、哦，一个人是失败啊、是成功啦吼、哦，这个笑啊，亦、哦、是有规范的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希望讲咱的道亲好朋友啊，对咱的节目呢，吼啊，咱有甲咱支持，有甲咱鼓励，那梅香也是非常感恩的吼，咱、哦、的师兄师姐啦吼、哦，真的非常感恩。咱先听一个电话，然后再来开讲啦吼。心无挂碍，无留爱恋。
顿开，要的盼特色出来，听得温柔般不在，朋友有几点熟悉天困开多伤感，无留爱人自卑为怀，无风采团万代，写尽好歌来，咱这么做收听一地吼，母娘，此阵必生讲咱的服务电话5916-045，我关心的道歉咱给05感恩，此阵必生讲说感谢奖品，然后咱做一个简单的功课，然后很简单。那呢，奖品就是咱九天母娘所讲些配方，笑三笑六拢有啦吼，24点钟的香款嘛有，4点钟的小盘香嘛有，啊，所以咱的道亲呢，啊，咱若要结缘奖品，咱直接卡电话5916-045，这是咱准备必胜宫服务电话。那下晡时2点半，咱有最少时间，有的人讲啊，咱遐是咧办啥哈？哦，问家温、问事业、问婚姻啦，问咱的囡仔吼，为了阮个囡仔去看命啦吼，啊，伊这个吼，咱的看命先有甲恁办过啊，这个囡仔有啥物关煞啦吼，爱关煞会当创啥？关煞会当最改16岁以前，咱就甲这个小字关煞甲处理。好，啊，那就是讲，伫这个吼。12月龄来对，12月龄就是咱讲想什么生肖，想什么生肖，今年拄着什么问题啊？拄着这个月龄关煞，吼啊，拄着这个囡仔，吼，还是讲大人老人，吼，啊，就袂使去占丧，袂使去探病，啊，去强念一个香灯来，家己身体艰苦唔拄好，啊，只交病房探一个病灯来，咱嘛感觉无啥拄好，这拢会使遐衫裤来，吼，静静嘞，吼，然后呢，如果那是，吼，咱听你讲。人的瘟啦吼，那如果拄好拄着，啊，咱都带双门带病符，啊，带病符你个样，个样看病当然啦，咱会引病入心，吼，啊，带双煞，咱个去共念香啦，个共上香啦，当这双煞这支串就走咱家来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吼，啊，咱母娘慈悲啦，咱圣庙慈悲，吼，一波是2点半这些的，个咱都拄着这个问题简单，啊，咱只要心情甲咱处理咧，静心静心啊，莲花化转，甲化法的，自然这慷慨。好、哦，做做了了，等于你的身体就感觉，哎呦，这药有效，好、哦，啊，都袂安尼，安尼也唔好，安尼唔好，啊，这就是你讲到，好、哦，西方这些时间啦吼，那恁伫这节目中咧，甲恁讲啊，这拢是简单的啦吼，好、哦，下晡是2点半，这些，过来就咱介绍咱的香品来结好缘，好、哦，这拢是啥？这拢是和咱的道亲的吼，啊，有一个吼，咱讲布施。哦，啊，买香嘛，定布施来结善缘。哦，啊，你若讲布人讲啊，咱若拄着一寡问题，哦啊，此人必生讲，下晡时2点半有咧处理。哦，啊，咱讲讲啊，互人有一条路透，啊，这嘛是布施，这嘛是在做善缘，做好事啦吼。那、哦啊、以上啦吼，这是咱的吼啊，每一工的这个吼啊，有咧做这个135吼、哦、是无落价。哦，啊，那246日有落价。啊，甲恁讲者，这个开口的空，诶，这个吼，这些这个范围啦吼。个人香品甲恁介绍是简单，按带过就好。好、哦、香，好、哦，这大家拢知啦吼、哦。你若要洗个气吼，人讲增加你蜂胶牙膏，要抹面合理美，好、哦，啊要食，好、哦、身体五行较面筋佫较好诶，对咱身体较有帮助诶，好、哦，会当互咱吼较袂退化。咱人惊退化，坐回来咧退化足紧诶哦。你也看啊，今年50岁，啊，佮加几岁，你也感觉啊，这样蛮好，也蛮好，就是五行退化，另外肿瘤有咧退化，咱的机能就退化，机能若退化，人拢退化。虫草王，真正是植物干细胞萃取很好哦，这是功课。然后咱那边隔音直接卡电话，5916-045，我关心多亲咱给05感恩啊，以上是功课。
讲，修行，敢爱放喺山顶，爱去走山头领尾，吼、哦，闭门下客，唔免啦，吼、哦。现在讲，真正修行，唔是伫一定喺咩山顶，而是一定爱去对，吼、哦。真正修，就是需要在社会历练当中修啦，吼、哦。咱一个对待，吼、哦，生活中的生活，伫生活中来做修行，就一个对待嘛，啊你。迄、那个对台关的，你哪有在条修？你比个山顶无对台，唔爱用刺激过，你感觉你修行修了真好。啊，你呐去用刺激掉，你就怎样讲啊？安尼嘛无修养呢？人跟他讲安尼呢，那就气甲背起跳。啊，所以讲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中，而也不是在躲在好庙宇里面，都不是在生活中、生活当中。好、哦，你我都管控你的情绪，这才正讲的修行啦吼，袂使吼。一个感冒都只干啦吼，来叩叩头吼、哦、啊念珠吼，直直念，但是心态依旧无改变，性质依旧无改变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真正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真正的就是在日常生活、工作、职场，吼、哦，你的工作、职场、你的职业、职场，你在做的对待关系，你融入在你的工作当中，吼、哦，面对境界、律师、练性。遇到事情我们去练我们的性啊，遇到人我们去练我们的心，这就是真正的尽我们今天在工作上里面的义务，要尽力去做我们承担的工作，所以叫做、哦、用心去做每一样工作，在修行中就是在工作当中，所以说我们要去利益别人、哦、一句真诚的对待就是利益啊，吼、哦，一句真诚的关心，就是帮助伊啊嘛，吼、哦，所以理解伊，帮助伊，吼、哦，体谅伊，这拢是在做好事啊。一个人，你若理解伊，吼、哦，帮助伊，体谅伊，伊就会当去解决你的问题啊嘛。但不求任何回报，去给予奉献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修行。但母牛定讲啊，灵啊囝，你会啊吼，得到安乐。你都会去让别人安乐，你自己都不要得到安乐，你怎么去让别人安乐，就像我们人说、啊、我们要怎么跟母娘、哦、到三天、哦啊、要怎么替心情到三天，你先得到安乐，你先得到你才能够赋予别人嘛，你先有得到这个安乐法乐，你先有去得到这个方法，你不才有办法替心情做事，替心情做事都不是雕金尊、哦、来做当机才爱替心情做事，那个理念拿掉，印心、哦、母娘她当然就是 在这个慈悲八宝里面给人教的，就是这样、啊、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、哦、关心、体谅、帮助、理解这些工作里面，就是等于你母娘在你的身躯、哦、这些工作你就是等于替母娘代言嘛，这样就是啊，所以你要先得到安乐，你才能够让别人安乐，你能够得到你自己先得到啊，你印证到你自己得到吃，你不吃我都给人，啊，不然你怎么给人，所以说、哦、不能、哦、委员障碍啦、哦、啊，再来就是不能、哦、啊，咱在日常、哦、的这个工作里面，咱给动作是啥，给动作是这种、哦、义务和责任、哦、所以咱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你的垃圾清除掉、哦、你必须要先、哦、会学会理解关心，然后呢，你自己呢先照顾好，所以母娘会说你自己自己得安乐，你不知道我都喜欢忠心，你不知道我都好将你捌的将你得到的，这个好处我再敢说，所以说各人都有各人的因缘，各人有各人的福报，都不用去执着、啊、所以希望说你该做的还是要去做，但是要怎么样做，你就要做对的事就好，人生的如同一张戏咁款啦，戏呐开演呐吼，你要清清楚楚你在演什么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然后其实人间并不是我们的老家啦吼、哦，所以咱来讲啊，咱要对星星来等，然后要对跟着母娘回家，跟着菩萨回家，跟着哪一尊神回家都可以，我们只是来到人世间匆匆的过客而已啦，过客而已啦，来世间叫咱佚佗而已。咱也无需要上计较，吼、哦，讲较简单来讲，退一步又果是安怎啊？所以讲进一步又果是安怎？人呢，只要
能够知道老天总是呢吼在诚心的对待你呢，那你也要诚心的回报，安尼就好。所以呢，咱就安尼讲吼，拄着不如意的时阵呐吼，唔通讲啊是吼、哦、天无公平，这不是天公造就你歹命，唔是因为天给你安排，挑地要给你安排你安呢，这都不是吼、哦，因为咱人，你讲看一切人。好、哦，看一切事所遇到一切境，拢唔是无原因的啦。一境缘一定绝对有一条因给你救来，啊，这个境缘一定有一条因给你救来。讲看一切境是好还是坏，我们要去找自己的缺点呐、啊。好、哦，不断的去去掉五执，这样呢，咱才会感觉安怎？会感觉讲哦，原来这就是修正的意义啦吼。所以讲修行跟生活。工作并无冲突啦吼，所以阮就定来讲，顾好家庭吼，你家己有圆满啊，那么你才有法度去圆满别人吼啊。最宝贵的物件就是心中要找到真正的位置啊，就是啥信心啦吼，信心有偌大，成就有偌大吼啊，所以认真学，坚持修啦。母娘都是这样讲，认真学，坚持。坚持你的意念，坚持你的脚步，好，不要因为有一点点、哦、你就障道，障道你就退道，安怎唔好啦吼、哦。所以咱有个人会讲啊，我身体健康，我希望要找回健康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在讲，咱人失落的时阵，咱就想要去找。你失去了健康，你要找健康，但是你健康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维持健康？要记得这句话就对啊。你现在身体足用的时阵，为什么你无要甲保持有健康？是，你去甲你的身体愈歹去啊，即马你歹去啊，了后你再要去甲这个健康的身体，佮找倒转来，就变成啥？咱家己找麻烦啦吼，咱一旦互咱家己健康的时阵，咱家己就爱好保持健康啦吼。所以一生啦吼，不管讲是功名利禄啦，好找到还是无找到啦，都没关系。你要先找回你自己的心。先找回你自己的定位啦吼，所以讲心就内心的真佛有一句句啊，就是咱常咧讲的灵山，藏在咱家己的心头。人人拢有一个灵山塔，吼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尊你家己的主性佛，吼啊，所以讲不要忽略自家真啦吼，唔当袂记你家己嘛是啦吼，莫去做一个有智能的人吼，向内心。成就咱家己的真，点亮内心的灯，才能强调自己。所以讲净化、甲可怜也好，拢同款。哦，你要净化自己，净化心灵，还是讲你本身要怎么做，都要有一盏明灯、心灯。哦，这盏智的灯，哦，拍这一灯呢，吼，所谓的才是你。点燃你自己内在的灯啊，心灯。所以佛，咱讲佛讲一切法也好，为敌一切心也好，吼、哦。我有甲恁讲的，咱家己的内心的病，咱家己上了解。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看心理医师，吼、哦，这不过是医药甲你控制尔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最究竟还是咱家己爱做咱家己啦。好、哦，有人看心理医师，但是好、哦，你的心理的毛病只有你知道，你为什么会患了这种毛病？好、哦，所以那么提众生的八万四千烦恼病，好、哦，要安怎去叫伊讲哦，会当熄灭贪嗔痴，用戒来治病，这嘛是爱去发觉到你家己的神经啊，用你的智慧来治呢，心性才会当解脱清凉。所以有的讲哦，我找医生，好、哦、啊，我因为我家己吼、哦、不安，好、哦，我觉得。这个人世间有太多太多的障碍，啊！你讲这未使，啊！你要哪去找？你要先心中觅着你家己的主己，你的心要爱啥，伊才有法度给你啥。你的心飘飘然，都不知道你要什么，他要给你什么也很难呐、啊、吼。来，下再去有咱的师姐点播一对菩萨，我今嘛来播上这对观音菩萨赞。
今晚所收听一段观世音菩萨、观音菩萨妙难修清净庄严累劫修了吼。哎，咱的观世音菩萨一段赞，那么咱来做回向。愿你今日所讲一切功德，回向所向的姊妹，世世安稳常欢喜，消冤解业心清净，身体健康灾难除，家安如意事业顺，得诸法尽光明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亡超生转安乐，法界众生得离苦，一切都能正善因，今世慧开福遍缘，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，感恩无量，无量感恩。咱这段时间呢，吼啊，咱九点到十点啊，咱也是讲了无完整，也是讲了无如法啊。咱希望讲咱的道长前玄，然后多多来给咱指导了哈。那么想在这呢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